其实是一件软料，它不太厚重。它的 range 呢，我觉得蛮大，就是从胸围，然后到肚围 ，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穿。那你可以随着你的织带绑松或是绑紧。这次的扣子啊，我们选用的是比较微反光的亮色系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反射状况，就会说变得很精美，然后变得很有质感。它可以遮住我们的手臂，可以遮住我们的副乳，并且天气变冷的时候，还可以再加一些薄长袖在里面呢、哦。它非常非常的薄，而且整个上手是柔软的，不是那种牛仔硬厚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海外绝对可以放心买起来。高个想要买这件，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开叉开刚刚好。